杨幂新恋情曝光被嘲，离过婚的女人不配拥有爱情。前段时间，相信很多网友也经常看到这条热搜，有网友在北京某地偶遇到杨幂和魏大勋，两人都戴着帽子和口罩，还被拍到疑似穿着情侣鞋子。这条疑似杨幂新恋情曝光也是不断是登上热搜，消息溢出，一些诋毁的声音都暗指着杨幂离婚又有孩子，配不上年轻有为的魏大勋。但是这段绯闻终究还是被否定了。抛开其他的不谈，杨幂可是一直是很多独立女性的代表。愿每个人对生活更加热爱生活，勇敢争取自己想要的爱情，告别经历过失败感情的自己，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。你离过婚的女人应该追求自己幸福吗？